金里嗨校庆体育表演会，典礼开始，奏乐。主席就位，运动员进场。首先要进场的是由国雄老师、静丽老师、怡清老师及丽华老师所带领的五六年级，主题是扑克军团，声势浩大的扑克军团前进喽。辛亥高年级团队今年以扑克造型搭配 Shine Your Way 歌曲进场，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我们在梦想的道路上，不论遇到困难或是挫折，都要成为一颗闪亮的心，照亮前面的路。也因为友情的陪伴，我们可以 Shine My Way。也祝福高年级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尽情朝自己的梦想前进。接着要进场的是由瑞文老师、林颖老师、淑纯老师、淑华老师所带领的三四年级，主题是航海王。他们是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航海王，经过无数的测试，累积无尽的智慧与知识，终于到达辛亥国小的中阶段。中年级的孩子们个个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翻滚跑跳难不倒，说学逗唱样样行。今天他们将会发挥运动家的精神，全力以赴，加油加油。I don't know.
小朋友带来这么活泼、动感、充满活力的《航海王》表演。接下来要进场的是由心仪老师和慧珠老师所带领的二年级，他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生日快乐。看我们的笑容天真可爱，看我们的表现实在好样，看我们的精神团结一心，看我们的魅力绝不输你。活泼热情奔放的二年级小朋友，今天在老师的带领下，要以心情蛋糕来祝福学校生日快乐哦。竟然睡过头，明明在梦中，我早就醒过来了。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哇哈哈！一定是因为阳光还没起不来吧？哇！这么鬼点？奈安奈。进场的是由淑秋老师以及秋晴老师所带领的一年级，表演的主题是爱眼健康操。我们新爱国小的第一场体育表演会，请大家给予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年级的小朋友进场。我们是一群活泼、健康、可爱的一年级小朋友，每天快乐的上学。我们有礼貌、爱整洁、守规矩，天天学习求进步。小小的身躯有着大大的活力。
看蓝蓝的天，青山绿水。我爱看青山绿水，看近看远，看近看远，看看美丽的世界。不要太累，让眼睛休息一回，不要怀疑。若是你觉得好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做做深呼吸。我爱看青山绿水，看近看远，看近看远，看看美丽的世界。不要太累，让眼睛休息一回，不要怀疑。若是你觉得好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做做深呼吸。掌声来谢谢一年级带来这么可爱活泼充满动感的爱眼健康操。紧接在一年级后面要进场的是新海国小中年纪最小的幼儿园小小朋友哦，他们的主题是迷彩军团，身穿一身帅气又可爱的迷彩服装。我们是新海年纪最小志气最高的小小兵，我们一起肩并着肩，快乐勇敢的大步向前走。未来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我们在新海里的成长，相信在这里都会精彩万分哦。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群小小兵。所带领的家长会志工团，感谢各位辛苦的家长志工们为这片乐园的付出，不管是导护工作、新妈剧团、晨光妈妈、客服志工、绿美化志工、图书志工，在学校书服馆的帮忙，或者是说故事给小朋友听，有你们在，让新海这个家庭更圆满、更温馨。
让我们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些热心的家长志工们。会旗进场，这边清场哦，清场。现在手持会旗要通过司令台的是本校高年级的四位掌旗代表，王礼仪、李怡如、张凤金以及何以晴。会旗象征着体表会要阐扬的体育精神，我们会遵守大会的规则来表达新派注重文武合一的优良传统。校长、来宾及全体师生面向会旗，全体肃立，升会旗。全体师生请脱帽，面向国父遗像唱国歌。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来宾请覆帽，校长、来宾请复位，全体同学请稍息。介绍长官来宾。好，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早。校长早。好，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到我们新泰国小来的贵宾，来为我们小朋友加油。那首先先介绍我们这一学年度的会长家长会会长陈韵曲陈女士。会长好。好，那接下来我想从我的左手边这边逐一介绍老松国小林明柱林校长。林校长好。好，林校长之前是在新泰国小服务过在今年担任老松国小的校长。那接下来
我们这边是前会长李统新李会长。会长好。好，前会长萧敬坚萧会长。会长好。好，我们还有一位前会长在后面，林世忠林前会长。会长好。好，在校长的右手边有一位是我们方和国中的校长庄校长。校长好。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景文高中林宝莹林秘书。秘书好。新福国中黄朝南黄主任。主任好。好，东山高中陈怡怡陈组长。组长好。万方高中陈玉龙陈主任教官。主任教官好。我们铃兰堂爱林文山陪读班周静怡传道。传道好。好，爱林文山陪读班也是我们对我们小朋友的照顾提供非常多年的服务我们小朋友有部分需要照顾的小朋友也请我们爱林文山陪读班来协助这样子的，非常感谢。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文山区公所公民会馆商馆长。馆长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到学校来祝贺以及来为我们小朋友加油。主席致辞。好，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好朋友以及我们新亥的师长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从刚刚我们小朋友的进场。校长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短短的两个礼拜的时间，从期中考完之后，才开始进行练习，但是练习时间还是有限，可是我们可以从刚刚早上，刚刚的进场，看到小朋友的表现，有精神，有活力，有朝气，而且动作百分百。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跟小朋友。那今天是我们新亥国小欢庆24岁生日的日子，我们以新兵金厉害体育表演会以及我们课后的随意活动成果展来庆祝，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各位嘉宾的光临，各位家长的光临，也为我们学校的活动增添了很多很多的光彩，感谢大家。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全体的师生为今天的各项活动所做的准备。那我们的活动表演节目、体育竞赛、趣味竞赛，另外就是我们在川堂的成果展。那在表演当中等一下我们也有1到6年级的健身操的部分，幼儿园及2、3年级的唱跳舞蹈，另外5年级的武术初级拳以及我们的武术队的表演。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非常有特色的团队，我们明道国小的扯铃队以及我们方和国中的鼓乐团队到学校来演出，在此先感谢他们。那另外课后协议活动成果展的部分在川堂也请我们的来宾跟家长也可以拨空到那边去观赏。那么我们武术队的小朋友在9月份参加台北市中正杯武术锦标赛，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们总共获得了20面的金牌、8面的银牌、6面的铜牌。那另外我们在多语文竞赛的部分，我们英语读者剧场在今年获得了优等奖，再次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以及家长的支持，尤其校长每次去到现场去看到我们孩子的表现，以及家长在
旁的协助，真的是都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一年来在教育活动上，我们完成了优质廊道的工程，那设置了艺术体验区，另外我们也参与了2016年设计之都扎根教育的活动，那提供了我们学校的艺文的活动，那我们执行的艺术亮点学校的计划，推动3D 类艺的课程，艺文老师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进行了3D 作品的创作，我们也担任了台北市依库币示范学校运用虚拟货币的概念，结合了阅读的活动来执行这种全新的一个奖励的制度。那在此都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老师 的努力，以及我们家长的支持，跟小朋友们一起来。另外我们新派的家长是最支持学校的，那家长会在学校是学校的后盾，在会长的带领之下，以有限的资源提供学校最大的服务我们小朋友我们家长可以看到很多的像我们图书的志工在图书馆利用教育在我们新妈剧团的演出另外在各班级的晨光的故事的导读领读的部分，以及非常辛苦的我们的各班的交通导护的家长在早上协助小朋友过马路到学校来上课。另外我们今天的体育表演会的所有奖品都全数由家长会提供再次感谢我们家长会及所有的家长。那最后我们祝福各位来宾各位家长以及我们全体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来宾致辞。好首先我们邀请我们的陈会长致辞。校长、主任、老师、各位贵宾、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早早。很开心能参加这一次就小朋友的体表会。那我希望在小朋友的热情下，然后今天的体表会能圆满成功，谢谢。好，那我们邀请我们方和国中的庄校长来为我们小朋友勉励。好，李校长、各位贵宾、各位小朋友，大家早。校长早。好，很高兴来参加新泰国小的校庆。那我也先祝新泰国小生日快乐。刚才的唱国歌、唱校歌。跟来宾打招呼，新泰国小的小朋友们表现了一流的态度，我想有怎么样的态度你就会怎么样成就，态度越好成就越高，这是不变的道理。那又听到李校长在叙述新泰国小过去一年来的表现，我相信在李校长的领导的团队之下，新泰国小的小朋友是非常幸福的，我们更希望小朋友能够在五育均衡的情况之下更加进步，更